可能是。
欢迎我们家迷哥光临直播间。哎呦，迷哥又这么晚才休息啊！将军，这几天过来直播间都很晚，说明这两天休息都很晚呢，要早点休息才行哦。将军，这期还能赢吗？这期大家觉得还能赢吗？有机会吗？家具炮够了呛了，这鸡蛋有这么多兵。大实话，没什么希望，对方还有兵，搞不好的赢不了，但这个车不能离开这条线呢，否则这个兵拱上来我这个够了呛了，这个棋还有点危险呢，实话来讲，这个棋还多少沾点危险性啊。长剑上半飘白衣，懵懂少年不知，都有可能。一盘精彩的舒淇送给大家，哈哥，我这期要赢了咋地？我这期要是能给他赢了咋地？哎呦，不是啊，这个笑笑这个后面那个帽子有点沉，他往下搭了。哎呀，你真是脸皮薄了，我都没看着我的衣服，光想这个棋呢。你说说，你往哪儿看呢？光满脑子想这个棋呢，你就看我的衣服。你说说，笑这么脸皮薄的，架得着你这么这个逗我玩吗？你说说，你逗我玩，看看退个炮呢。我方毕竟还都个对象啊，看看能不能这个棋将来摆个炮。这个兵过河还有点危险了，这小兵过河还有点瑟瑟发抖了。哎，炮走开，进个炮，先站住位置。对方这个兵下来还有点难受啊。哎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，朋友们，这个黑红旗的位置还是相对好点儿。来机会了，将军。炮闪炮剁这个炮啊，将来呀，闪炮要把将进来，这个多个象还是多少有点好处啊，多个象，红旗至少现在多个象，这个棋呢，红旗的中炮能站得住，红旗中炮站得住，这个车就要难受了。那他这个棋我要进将吃着俩炮，他这个炮走开我就进车砍着炮，他这个炮不走的话，这个棋我要剁这个炮，那么因此呢，在这局面下。这个棋我再摆个炮，将来退炮，将来退炮摆炮打车瞄兵，同时这个棋这边看能不能闪过来的棋，先退个底炮啊，摆了炮之后退底炮试试，退底炮退底炮，哎，多个象还是非常有希望，多个象，多亏了这个象。
进去看炮，带手将军。两个炮都丢了呀。两个炮都丢了，对面废了。哈哈哈，没想到这期竟然走得如此的精彩。朋友们，这期非常的精彩，胜利的歌声在向我们敲响。这盘棋走得非常的艰难啊，峰回路转，最终以我方灭掉对方双炮，要结束战斗啦。啊，怎么结束战斗呢？这棋先退居，为摆炮做准备，两个炮啪啪接，这个棋就多了一个象啊，我方的中炮站住位置了，这个棋再退了两个炮，调整一阵型，对方废废废废点火。啊，非常精彩的棋。哎呀，看到我们家金冠小哥每次发弹幕都特别开心，这磁场能对上的人说话都特别的舒服，是不是啊？将军，是不是啊？点火轻功。啊，这期走的峰回路转啊，最后以我方马上就要把它废了为结束，但是我们不要掉以轻心。对方两个小兵还想弄死我，对面两个小兵还想弄死我。下一步炮打兵再下，这个棋夹具炮要给他安排了。鬼魅神功不是盖的，朋友们啊！笑这些年破釜沉舟，就练就了这一身鬼魅神功。对方退居非常明确，守这个兵，否则我打过去再进炮，废了个废。这时候我摆具吃兵，将来走出这个棋的。叫什么白脸将是吧？嗯，先把对方的车引离，再白脸将啊，这个思路。引离怎么引？你打个兵就引了，偷一个车啊，把将做中心，再把炮打了，兵他吃还是不吃？吃了就白脸将杀，不吃进炮再进车啊，都是这么精彩，都是这么精彩。对方没了这棋，两下打对面基本废掉，将军也没用。将军，把他吃光吗？太狠了，朋友们！非常精彩的棋，笑现在练就了鬼魅神功啊！棋力不是盖的，进去一将，对面上将；进炮一将，对面上将；退去就死了。哎，对方为了拖我。还在将军，不要再挣扎了。对方刚才在这儿的时候，我打过去把他引离，走出白脸将杀。那么如果不引离的话，这手棋就是进炮。那么对方退车非常明确，我这个棋将来进将的时候再进车，对方会挡住我跟我换。那么因此呢，我这棋甩他一步，这时候再进啊，就是两边加车炮的棋了。将军。将军，有完吗？啊，对方很不服气，被我吃光了，很不服。啊，对方很不服气啊，吃这个棋宁可都给我送了，他也不认输。将军，宁可把这些棋都送给我，啊，你再送个兵，剩个兔老将得了。心态爆炸，再不点，哈哈，再不点更待何时啊！哈哈，没有棋了，对方已经没解了，气急败坏，直接点掉。80个回合，怒砍神一杠二，